哇，好可爱哦！喂，你在哪里啊？在家哎。那你现在在干嘛？你想吃饭吗？附近有什么可以吃的啊？我现在在一间店里面有牛肉烩饭。不用这个好了，有没有其他的？有啊，那个羊肉烩饭嘞。哦，再换一个，这个我不要。香菇鸡肉汤。哦，不要这个我不要，还有没有其他的？猪肉冻饭嘞。不要，你不要帮我买好了。不用吗？算了。